叶小春，一个叫春的鬼。别叫我名字。你确定你童年的时候没被疯狗咬过吗？你猜。这个，他有强烈的神经质，严重的狂躁症。最最最可怕的，就是。这姐们是要现原形了。我去。去死啊。老娘就这么彪悍，怎么了？人生的道路如同内裤，没有一条不是自己选的。学好不容易，学坏一出溜。你想跟你玩的这个游戏吗？太幽默了，对不对？傻逼。